等光了，好不好？是哦。对啊，刚才一直广播广播广播。那只是说营业中了啊。哎呦，穿鞋子。对呀、啊。有，我的剥皮以后，其实看灯号也看得出来吗？你这有灯号，右上角有个灯在闪。对啊。右上角，奇怪。对啊。这个那么奇怪的位置。它充电灯也是长那。连这都被收走了。拜拜了，而且雾也散开了。拜拜啦，拜拜啦。下面也好像散开来了。前面分岔路要看一下，看到路牌就去。啊，这边啊，这边啊。好了，左边就左边，反正都一样。
还是这边啊？前面才要切过去啊，下面那个地方有个分岔点。哎，还是我讲错呢？你要不要再看一次地图啊？反正前面还是可以的吧。啥？又没有要走，又没有要走那个。要去高破吗？还是？其实是第三 K 跟Gondola的中间下去。对啊，那不就这吗？不是，第三 K 是两排的，在Gondola中间下去。哦，好，好，可以啊，切回去。左边，左边。这边，广东啦，没走过这儿。所以往哪边？往那边走。我跟你走啊。你干嘛突然上我后面？你要不要再看一次地图？看不出来啊。嗯，第三 hill 之后的右边，我看一下。哎，等等，要不要拍个照？去下面拍个照，拍个360啊，360应该在这，应。在这个缆车之后啦。不对啦。你是说它能横切吗？右转啊！好啊好，那就在GoPro那边右转啊。不是GoPro啊，没有GoPro在左边，再下去就可以下去了。对啊，你地图还我，还我。这趟怕走，它的线是超过缆车站。没有，它就横着画。好，走。我们一起用这个拍张照。好，拍照。到前面那种比较粗的地方啊。是哦。
就上次围起来的地方咯。就这条啊，好啊，那就走吧。可是这又回来了，好，继续走。他哪里要照相？其实这里可以啊。360呢？这里啊。这里全都拍到一片白的。哦，好了，这样就走吧，不用拍了。何？帰り道わかります？わからない。Do you know the way back to your hotel? Yes, I know. No? Yes. Which guard closest to your hotel? Well, I will go to number two. 讲到啦。Number two, yeah, yeah. I don't know number one. Number one is what guard? What?Number one, I don't know number one. Yeah, you can see the soccer and the next 国際 and the right side is a 白樺。白樺。白樺。Straight down, straight down. Yeah. You can see the lift. Yeah. Lift. There is a sign. We can read that. Yeah. You go to the right side of the lift. Right side of the lift.ありがとう。Down to the 白樺。Okay? Okay. Okay. ありがとう。
亲切的说走右边。那个老阿伯就说看到那个走右边，管他了，先去看那个标志就知道了。啊，我们本来就是要走红线啊。红线是这个，中间深反正二至四就可以看地图啦，你就看二至四啦。好好好，来三六零，要在这里三六零，包含二至四是不是？不然呢？你都停在这了，过来，我先绕口一下。二至四，这谁看得懂啊？二至四应该走右边吧？对啊，就走右边是红线啊。右边不是直走吗？右边走直走是黑线。是用红线啊，跟它绕一下才会接到深秋。可是那它等等，它里面画一个黑的，左边黑的，右边直走是红的，它不是，它不是说那个是红还是黑吧？是啊，它在我旁边那个方框就是黑的或红的啊。是哦。反正他都会写要去哪里嘛。对啊，那我们就是要去广东啦。广东啊，就是白华嘛。哎呦，我要睡到里面去，好惨。好，那你睡透一下，我再看一下。你跟我回来哦。对啊，我们现在这里啊，很对哦。看名字比较快。反正就是要去白华嘛，箭头只去白华的就白华。是它中间下到某一段的时候才会接到。要还在弄？对，我很忙哎。指路的欧弟上，他说走右边就对。对。然后他会不会故意指个黑线？应该不会啊。好心人吧。对啊，所以我认为听耳机上讲的就对啦。我说我要去白华，他说好啊，你看到那个牌子走右边就对。好，来拍照哦。好哦，要过高吗？好，然后低一点，再低一点。摔倒了。他如果可以熬九十度就好，OK。他为什么不这样伸出去就好？这样是不是可以？是啊。好了。好，所以你们决定要走哪边？我要走红色，就对。快点快点！你要走对我。你要绕到那边去。快点快点！什么东西？没按到。好，好了吗？我也没看，烦不烦啊？没关系啦。看，一二三。好。但我手就会很明显的伸出，这样子。好。好。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听老阿伯的话。走右边到底对不对？我要再靠近一次那个牌子。好啊，那再去看不就好了？看牌子总是对啦。上级，那我觉得还是直走好了。两个都会同归啦。但是这边是红色，右边是黑色，左边也是黑色。好，看颜色是对的。哎，我们刚刚有没有看老北走哪里啊？
然是看路牌啊，走直走才对啊。粉哦，好多粉。都可以啊。走中间好像比较好。好啊，那就滑过去就好了。Go go go！ 等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是啦，是啦。妈咪要向前边啊。对，就是要穿过。我看看。前边啊。就是要穿过。右，向前边，向前边。滑石头，滑灯云。
去啦，跟着哎、欸，为什么没看到广州啦？为什么没看到广州啦？继续滑吧。在哪？还要再继续往下，对不对？因为是往，没看到广州啦。过了，过这个缆车要走它的右边。往右下去，对不对？好，走。你要我看哦、喔，你看嘛，你看觉得 OK 就好了。白华低配嘛，对啊，白华低配是短短的了，这是因为你今天来练习的地方吗？我看，白华低配啊，白华低配啊，走它右边滑下去，就是广州了吧？嗯，走二十六滑下去就对了吧？嗯，过得去吗？要往右切啊。对，好，走。觉得看不到广州了，奇怪。啊，再往右切啊。应该还要再往右冲吧？我觉得要冲的吧，是要往下还是往右？正下，正下那个黄色屋子就是他那边，就是他那边的，对不对？不要倒下，那就走了。哎、欸，看到了，哥哥。
我忘了几号哎、欸，一号还是二号？二号啊。一号。二号、啊。二号。看柱子。还是要去那边看一下。会不会也是在那等？前进又后退，反正等一下看到二号就冲过去了，对。这样人也很多呢，不知道他们在等什么。这个深绿色不会是 Stella 之类的吧？我看不清楚。这个深绿色的车子啊。有个车子钻过来，叫 Double Break Hotel。还不少人呢。哎，这样位没有？三十公斤这样。这好难拿。对啊，很重，好吧？很重，很难拿的。赶快去排队。对啊。可能他们干的呀。马路头，
天或十号啊。没看过十号，好像是五龙那边的，我就不看了。你看背后十号是什么东西？先不看。没有写，没有写到八。没有听过。它烂掉了。I was like, look at the young boy. Wait, you're going to have to turn around. Like, wasn't like I was. How do you do? I was literally sliding down and out. I couldn't find it. I had to wait until I hit. Oh, I found that. This is that Corona bar. Oh, yeah, for sure. It's up in Parama. When we go there, we can go to the top. 12. Black lights. Yeah, you go on that.The coolest green run ever, but just like probably the favorite run I've ever done. Just keep going. It's just like very forgiving. Like anyone could do it. Like a bowl. It's literally like this S shape, like the whole way down. It's like loops and turns. It's so like fun. Long runs like that. Yeah, it went forever. It's so good. Is this us?每停一站就要上下很久啊，一堆人在挣扎，很挤啊！太空了，这个皇冠。弄眼录下啊！你没电了？多久没电？我停了吗？有电啊！你还没停呢、啊？要停啊！什么叫我没电了？你现在秀的是充电，应该没有在录。你说他没在录？嗯，应该有在录。来了吧？耶！二号吗？对。对啊。很多人啊、哦！总比最后一站好。让他转，一定上得去啊！
空空的。哪有？它刚刚有别的。不是这一台哦。他们挤在前面啊，后面都空的、啊。幸好早一站是吧？还有人会下、啊。哦。而且不是全部人都要坐二号吧？因为这一个。因为这一个站，这个站啊，还有一号、三号、四号一大堆。他们怎么会有？因为他们有几个人，我跟你讲。下来了，只有两个人会留下来。他留停来这里干嘛？这里也有很多民宿啊。好不好？搞不好有人是来夜滑的。比下一站好，就这样，多花一站。剩下原来的三个人。但是上面的人比较多哎、欸，上面的人比较多哎、欸，但是他会下，又要下很多人。没有，他要倒车，他要倒车。这样就塞满了吗？塞满了，塞满了。有这么少吗？下一次的话，我决定再更上一站，因为刚刚的临时变人很少，对不对？哦，这个都坐下的。走了，就走了，又走了。他遗落，遗失物。是他的吗？是哎。十米八十。他听不到。Go！ 他跑太快了。走了。他上车哎。对，你看每一班都要搞很久，搓一搓，搓一搓，走了。他一个人弄两个班。哦，可以起立吗？哎，还有人要卸啊，不要挤好吗？还有人要卸啊。你可以
他走了吗？你说刚刚很像哦，走了，他是他走了。嗯，一个手套。哎，不要拿手套。还在下，还在下，下一大堆人。他要写什么？可以了吧？没有，他好像要说服我们做假的。不知道，不知道写什么。那就算了，吃别的、啊。又吃有。一路上有四间可以选。不是，那个5:30就开了，再来就吃。那谁出？到底才快？就别问那里，哎，那个犹太式的那个到底。哇哩嘞！上不去。还是，如果都用站的话，差一点点。就那两，就那两车而已啊，就那两车啊，开一开绕一绕。六日，六日真的是不大行。六日。拜拜拜拜，太认命。那边的要怎么办？对啊，腰酸哦。那你要坐在地上等吗？对啊，我要停一下，停。
来不来。快来。一号，但是一号就是坐很远的去沙卡的。他刚刚秀了一下牌子，再看一次牌子。写什么？沙卡东极吗？沙卡十六没了。那可以拿牌子换一下吗？反方向搞很久，就灯不用，是连回家很累，爬那么高，很漂亮哎、欸，它一个浴缸哎、欸，我刚刚看一个浴缸，一个房，一个床。你在家吗？六日不大好。我们没吃，前面六日啊，旅馆就在旁边。所以万一有碰到六日，就只能排没死的那种。结论是这样。八方不能排六日，不可以，不可以。那你回家好了、啊，你提早回家好了、啊。不是，我是说下次你要排。六日尽量选在没死的地方。人没有那么多。是对啊，那八方的馒头也会缩小。你选六日，八方的馒头会变大。这个看起来是新盖的。嗯。还是山上的比较漂亮。嗯。我问查查看，这种都不懂。我记得旁边有个小木屋。下午教的怪招更奇怪。转弯以后再一边滑一边上爬。对。为什么要这样？转弯以后一边滑一边上爬。对。往上爬三阶。然后再转下个弯，再往上爬三阶。太神秘了。
等第一个二号临时便又再绕回来。很久吗？不知道啊，上下车你看要搞多久？半小时啊。好了，那总之我有下次要再上一站，因为车上的人全都是上一站坐满的。对啊，因为他的公车好像有排个规则，就是要不就一二三，要不就二三四。听不懂，就是有跳的。他中间会跳几个？好像没有每个都停。好累。你那么厉害？啊？像我们的车。行，他走了。因为它比较透大。Land Rover 是什么东西啊？一个汽车。Land Rover。Molly。森林吗？啊不不。这脸会冻僵哎！我要拆下来。哎呀！而且那16点就没了，那是去美池的，是啊，还是去武隆的？你不是之前都一直说什么很多的车可以坐到那里？是很多啊，就是我之前不知道有 Mount， 我以为都是以八方总站，八方总站真的车很多、啊。还是我们以后下子以后都要坐那种去发放总站的，都可以啊，反正很近。
是我们第二次看到这个车。这个。嗯。然后有看到以前开这么长那么多人开同一辆车。流行吗？接边了，凑不下去。烂烂的胶带，烂烂的胶带，我腿好烂，好烂，怎么会这样？我觉得还是我当初做错，应该贴安全帽上。贴什么？贴这个安全帽啊。应该姓名贴倒还好，你看我的姓名贴一片，姓名贴坏一点点，坚固。快一点点，对啊，这里缺两下，这个更难画。很长哎。是眼睛很冷。对啊，所以我刚刚觉得很冷，我就把眼睛跟脸都戴起来。天哪，暗汪汪。很暗吗？暗汪汪。你觉得？鼻子也冷啊，你鼻子要不要拉好？还好，我鼻子还好。粘住了。对，至少要指挥交通了，可以聊天。他走了。我们昨天最后一班是几点？五点半。手还不冷的，不冷啊！何必买海里？
那个带没有热起来过，现在手机也在吵。我觉得是我没有摇，连上去然后还是僵住，我忘记摇了，没有缝合好。继续做，三个还要继续做，四个还要继续做，这个要下来，好认真要滑，还是他的旅馆在这？两个位置。三个位置。三个，はい、奥の方へ詰めてください。能上就好。另外一个二号也该来了，又看到同一个司机。危ない危ない、挟まっちゃう。お客さん一回降りて。
次バス来てるから大丈夫だよ。We show you what you get. うん。ちょっとこれじゃドア閉まっちゃう。もう一度上がらないとダメ。ワンステップ。OK。ちょっと乗れないですね。閉めるよ。バスターミナルです。もう足上げて。で、脚。閉めるよ。はい、OK です。大丈夫かな。好好的啊，那这样比较棒啊！不要再闹了。你要飞出去了？你抽到什么东西？走这啊。这是回去的路啊。一站停那个、啊、昨天等的那个站，接着就回到梦山了。对啊。搞不好我们要下去让人家下车。
那那边有多少人在等呢？是的，没有。什么叫没有？哦，对不起。昨天被吓到，结果都是上一站。他们很高兴。Yeah, all right. Is anyone? 有人是不是？要下来。有人下去，那就下去。小心地很滑，冰面哦，会滑。还在滑呢。这是最好的安排，我们现在总是未来要遇到这个安排。那是哪一站？他不想下来。之后坐的车前后也很好，之后坐的车前后也很好，之后那个车前后。我来试看。我来试看。我懂。再讲，再讲，再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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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讲，不会更糟了，对，暂时就这样了，再错也无所谓了，就这样了，不会更糟糕了。还有，刚才虽然走错了路，但是遇到了一个工作物的决定可能。Thank you.
停车场。加了一站八方温泉了，都是未知数，有可能下一个星期也能下。
ません。すみません。あと。Excuse me. Hello, hello. Excuse me.マウン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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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点了？那么赶？六点啊，不是吗？你跟我说三十六要上去了，没有上去啊，这是多的椅子。
这个图像。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怎么 seven？ 他说明天早餐是七点。啊。那我们就脱下来再去吃早餐啊。啊？不要啊！脱下来吗？都可以啊，随便你啊。他就万一他叫你就叫你拿去放一楼怎么办？什么东西啊？那我还得脱下来。什么？哦，对，湿湿的，就这样去了。对，就这样去了。啊，暖乎乎，戴手套。你知不知道路？不知道 ，Google 一开就好了。无缝接轨。哦，穿这个好舒服，舒服极了。嗯。来了，小心地上啊！好多车哦。戴着安全帽去吃饭，这样。我戴着啊。好，没有贴。哎，鸡这么高哎、欸，之前有这么高吗？你说没有贴什么贴纸？没有贴往后跟的那个，是哪一间啊？那个三省食堂很有名的那一间。你说三省那一间吗？不是，那灯笼妈妈。不是啊，哪来的？前面灯笼不就你们吃过那个吗？你没吃过，想吃。直走啊！5:59，5:59。接着我看路上经过的这两家，哪里啊？什么 sofa？ 这里有一家 sofa 是可以吃的，这家可以吃。下一家是，sofa。想要走三省食堂哎。那 Q 什么咖啡披萨什么的，这里有两家。接下来有一个吃锅的，在前面右手边。就是居酒屋什么卡库一鸡火锅。
其实他在明目山附近走出来一点就到了。哪里？明目山啊。那刚刚为什么不讲？这是播那个吗？不是吧？还没到吧？哎，到了，那个应该是三神石塔吧？那这应该就是那个锅了。好多人在门口。冲过去，冲过去！好，往这个方向走的都是三神食堂的吧？哎、欸，那么赶哦、喔！在门口，在门口，小心哦、喔！好。哎呦，滑呢？滑。滑了一下。你是桥车？哇，这个很快。就进去了。还是已经客满了，他应该没有预定吧？我要拍个照。Я спрашиваю. Дай, пожалуйста. Давайте все. Окей, хорошо. Раз. Давай мы все. Я не подожди, ничего. Давай мы все. Я буду сидеть в комнате. Давай. Нет. Но зачем давай вот так? Я не понимаю. Ресторан выбрать мы не хотим.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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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是要排队了，这话上写了，好、哦，写要写好，好啊，很好，很好，很好，坐着坐着。他们竟然没预约，所以我们应该一开始预约这样。又有烧肉，都是烧肉味，原来可以预约哦，那我们应该。下次就叫老板，就预约就好了。OK， 帽子帽子。OK， share table， 来。OK， 我走开。你要需要你们去。我从那边过来。你坐中间，你不要。